好，刚才看到的哈，就是花用五十号，又看到一些些一团，我感觉起来呀，真劲老，我想想的先退步啊，嘛，敢无可能，其实都很有故事的，嘿嗯、化用武器其实是咧，讲起来，迄讲老客家有嘛关系咯？因为人家看到的就会有法神啊，还有咧新年的迄么，伊带了一个大头娃娃，大头娃娃，对啊，嗯哼。其实应该这个是咧，你啊，推荐给他作品嘿，2006年的作品。嗯哼。不过刚刚那个片段呢，是客台、嗯、下去屏东，我们重新再演的时候，一两年的时间、嗯。对，那个是不同的版本啊。嗯哼。不过那个是2006年客家史学的部分作品。然后我们作品大部分都会分几幕。Okay. 然后刚刚那个作品只是在那一年的第四幕的一小个片段。哦，细细一团听。对，小小的一段。不过这样是一开始发用木心吼，嘿用的开始，你刚才有讲到的，就是刘博士，就是刘凤学博士，伊很讲，因为尊重，因为请到七个文化咩，因为每七个文化做一系列事情，故说你就有一样那种。化用武器就安尼产生了没？不过看到呀，胸片底度周青就会化用武器给舞者，系冇？嗯，首先，你咧上面系，你系第几年来？嗯哼，你系第一年来？第一年。高中的时候，嗯哼，这三个老舞者哦，嗯、现在今年还是有跳。哦，喊他今年客风飘鸟之歌、嗯，他们三个还是会上，所以你看他们都30几岁喽。哇！懂好懂好，身体懂好啊！冇不，记得是今年嘛，今年，其实到客家结缘就是嘞，化用武器啊。嗯哼，问题可是你阿白，你讲2014今年金古典舞团刘凤学老师，现在做诶跳舞哦，以为客家诶咯，你讲，搞袂长久诶吼。半年的差不多半年，从2004、2005、2006，我说低度要半年的时间，低度就冇客家的作品就出来，对你来讲啦，对我来讲很冇，因为史料都是很小型的啦，就是不是一整场。冇老一摆，我老太家烧嘅客风也飘飘调子歌吼，就客风飘鸟之歌吼，呀真紧算起来太行诶吼，你筹备多久咯呀？其实。蛮珍贵的是，因为这是主办单位是国家两厅院，嗯，这是点就冇用用诶，对，但 V 就冇用用诶，对，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嗯，客家就是国家两厅院第一次让客家题材的舞蹈演出进入到国家戏剧院，哦，像之前快用舞集做的那都是在文化中心演，哎，嗯嗯，那就是我们自己主办啊，对不对？那可是这次是国家两厅院主办，所以意义非凡。因为责任重大，对，要进去国那个两厅院演的话，可能是好几年前，嗯，就必须进去，而且进去之后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核，嘿，里面的人审核，审完之后还要给外界的学者审核，过了之后才可以进去演。我说做在去去到低度嘞，做一个表演，咩系做一个舞团，咩系咧审秋吼，系冇？有一个稍微有一种成就感的感觉，可以在里面经过层层的审核过后。我觉得成就感，我觉得压力反而大于成就感。嗯，压力动态，因为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有听你一百就会考你哎哦，黑毛。就是你只能够尽量做，而且把民间就是民通俗的东西，怎么带进去国家的最高表演艺术殿堂。这真的很重要。不过虽然讲吼，一摆你做诶迄客风，就是跟客家人客家文化有关系的。其实你最终喊迄位唱高一下呀，刘凤学博士第一系列事情，系冇？你喊迄位有唱高其他重感的部分吼？对，一定会的。因为刘凤学老师他虽然90岁了，可是他脑袋非常清楚，所以他是这次的艺术总监。然后我是编导，我们各司所职。嗯哼，艺术总监就是负责整个节目的品质。然后我编导就是负责编创的部分，对，所以刘凤学老师如果看完之后，他有什么意见，他会跟我讨论，然后看我愿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难免会有摩擦，难免会有摩擦，因为刘凤学老师他不是客家人，可以说服你讲出你的原因。我可能要去跟他沟通，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做这一个部分的呈现，可能是我成长背景当中我所遇到的东西，因为他不是客家人嘛，所以他可能没有遇到这些东西。嗯哼。可是如果我又一直套着那个，永远都是那个小东西在做的话，不够大气。创新。对，而且不够大气。嗯。怎么让上两厅院的那个最高殿堂？真给。所以这个就叫做
刘老师一直在提醒我，教我继续成长的东西。嗯哼，对，我觉得是很。故说一摆，太行诶呀，客风飘鸟之歌吼，底度唐贡有分做四十部分，系冇？对，分成四幕。嗯哼，第一幕是祭天景天。嗯哼，然后主要景天对客家来讲，真正系多重要。拜爷、拜阿公婆啊。哎，可是挨到诶景天，唔系这么的写实。嗯哼，嘿，那意象式的，对，阿德伟表现，而且不只是我们认为的，嗯、阿公婆摆阿公头该怎么景天哦，那个只是一种形式。嗯，我们的祭天是整个民俗文化的，中国文化整体，对，大观，对啊，任何族群，我说客家是不是也是从中国这样分支下来的？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嗯，对不对？我们会以更大气度的东西去做这个祭天。嗯然后第二幕叫做出口，就是出口，对，请出路就是对。大家是不是认为说我们那个客家人很应景？嗯，所以第二幕我们就会表现出我们一直逆风前行的那一种氛围，一直努力向前，一直努力向前。嗯哼，然后此诶精神就抽给对精神。然后第三幕就是所谓的客风哦，客风里面对客风就会台干因为可能动到擦哦，杂柴哎，生活上面的一些劳动。还有逗趣的一些东西，就是比较民俗性、比较生活化的那些，是冇？看 connection 的，也可以这么说啦，也可以这么说啦。对，然后第四幕就会进入到所谓的飘鸟。飘鸟，飘鸟就是。你看你家家就晒了晒黑咩？黑冇？对，因为有一我文献里面有写嘛，他说客家人就是东方的犹太，犹太民族，就是一直迁徙，一直迁徙，一直迁徙。然后为什么我们第四幕叫做？飘鸟呢，就是我要表达的。我为什么不叫候鸟呢？因为候鸟是回去哦，我们不是回去哦，我们客家人是不是就一直飘，一直飘，一直漂流？可是我们飘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再找出口。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对，我们可以适应那个环境，尽量不要有抗争，和平共处，去营造另外一个出口，营造另外一段所谓的历史或者是生活下去的能量。对，这就是。飘鸟最重要要表达的东西，可是最后，那青南的部分呢？这个就是他给发。可是最后观众如果可以看的话，我把这一份飘鸟，留给观众决定。对，你是要飘鸟会何去何从，留给你自己决定的意思。你是要飘鸟，还是说，就是如果我极端一点说，你是要选择去极端的抗争，还是说照客家人之前的历史这样子，我们继续晒了晒黑，对，可是我们继续很光明正大的继续生活，还是你就是动不动就族群说什么族群，那个意识很强啊，现在新闻不是在报吗？叙利亚战争那些都是因为太极端了，其实我们都是地球村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其实地球是我们的，这个环境是我们的。不过太敢爱想法可能会没空用。不过清明的时节就会编导有没有？就会小牛老师就会本太敢去想，对，去想唔会那一种，对，你要哪一种？那一种系好还系唔好？就会自己的路，唔会自己行的，系冇？因为最尾唯有上宠爱上，啪，宠爱上我不影响了嘛？该应该赛哥一些棒，掉的快点不要，你要努力寻找出口。努力去竞争，努力去活下去，对不对？哪提议？哎，然后另外一个枪声，表是什么？是不是解决一个人的生命？同样是一个枪声。所以有时候东西很好玩嘛。同样一件事情，看你的思考模式是什么东西，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不一样的结果。哇！对，不过亚巴耶亚克风啊，飘鸟之歌，黑滴是咪咩的时节，张可以是有演出没哈？对，12月5、6、7在国家戏剧院。我说对呀，哈可以是其实还有冬虫的时间，其实你准批的时间，还磨损的话，都呀哈就有三张捏的时间的呢。其实我这今年年初就开始走了，所以来讲就更上一条的，因为一家演出，所有的东西开始慢慢 happy 了，不是说编舞编完舞者学完就可以跳，还有好多啊，还有声光音效、灯光音响、服装，对不对？都要全部一起合在一起，舞台，然后才可能成就出一个作品出来。我说你讲到呀，按到的东西会搭配咩？吼，一批电雷发，上夫也部分嘞，你会用电系客家的服装，含系现代舞也部分用意象的丰盛。应该讲，
刚刚主持人有说过，嗯，我们这一次主轴是共生，嗯哼，共生除了民俗的共生之外，还有艺术的共生，哦，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嗯，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身体运用的共生，嗯哼，所以任何东西把它融在一起，就会有新的创作，嗯，新的东西产生。不过也会用它的好呢，某一方某用它好的话，就会杂七杂八，动多东西一堆一堆一堆，按里面某好，故事就会有编导。就要有编舞，又要有总监，对，又要有艺术总监来看好，系冇重点。故说刘凤雪老师对你来讲，真正系咧动态的一类 support 的人吼，支持的人安尼。紧接，就是。不，你自家去做安尼。其实莫讲，其实走在巷头编导聊天位置啦，嗯，就是两厅院的作品的编导，已经算是很难能可贵了。嗯。可是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感恩。嗯哼。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还有。你走到这个位置，你更该继续去学习。嗯，长者的智慧。尊敬，因为刚刚有讲到诶，就是出题呀，刘凤雪博士，佮教你诶，毕竟唔系舞台用诶跳诶，唔系，系佮诶，系你人生的路，还有人生的杂货诶部分哦。你舞台底度恩用诶来展现吼，也咩系咧舞杂，系咧晋升，一类歌唱就错诶。唔做得做一类懂精进、懂张调诶一类舞杂，就会靠你自家恩用诶来学习啦吼。不过咧，刚刚有讲到诶，也摆诶客风吼，飘鸟之歌吼，送来底度还有。蛮个精彩内容嘞，等一下再收给舞台搞，一下先来聊一下。